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昨天钓完重新，马不停蹄赶到静海花园，老板老马又搞事情了，说放鱼500吨就收200块钱，但这200块钱是有去无回啊，又包打狗，他这是鱼货归他，我们就是练练杆。然后他有标鱼，上1000条标鱼，每条标鱼100，只能钓着标鱼才有机会上岸。然后今天啊，我小慧也是师出有门，跟我师傅一起在静海花园坐钓，挨着比试比试。师傅说要跟我比试比试，我赢了呢，我能吹一年；输了呢，我钓不过师傅很正常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一会儿见啊，先开饵。你说一个练杆开多了是不是就浪费了？我先少开点，开两袋得了。我们加点加点，它的水又深，然后老越多，还水还贼埋的，这不加点解解味儿，加点哈密瓜，哈密瓜就是瞎对了，今天就瞎对了，那也不是一个咱说正规的，也上不了岸。那你需要三个四个标，万一唱几好几次好日子是不？对，你说也没毛病。1000条标鱼呢，但是分子大，分母也大。那500吨鱼得多少条鱼？哇操！来点儿果胜，拿着夹吧。500吨鱼，真敢喊！我估计算上水都不见得500吨，500吨是多少斤？100万斤。还有那么2000斤一多。100万斤？100万斤吗？500多，10万斤。300吨，300吨的话，你说23就60万斤呗。2000斤一多。不能，估计加上算上水也不能有60万斤。60万斤吗？我开春来1块钱一斤那场我不来了吗？那回也是挺多，但人也多，那600人。也没活乐着，人太多了，人挨人。就是这中间还能扔俩吊箱他们的，就人挨人。开始那老壮观了，然后谁都没口。先到10条鱼啊。行。啊，得玩儿有意思的，是吧？是10块钱一条啊。是行。我是无所谓了，我进可攻，退可守。10块钱一条，你比如我要只谁要钓了10条，还有一条没钓着，他就给你一百，给100。嗯。8个呢，就给20。行。一个标鱼顶10条啊，标鱼是混儿啊。有没有顶10条？那就标鱼相当于老马给100，然后我们再得100，一个标鱼200上岸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啊！这底还没找呢。虽然是练杆，小饵料还是往里撇一撇。就先往下撇，今天一样了，腰子五厘米啊。今天我们俩过来，然后我出了徒弟来了，小慧儿，一个高手，最近高手，包括他的团队，1比0啊，别不要慌，我钓标鱼，钓标鱼顶10条。啊！你看你收的鱼上来还没摘完呢，你看你这个都扔进去，太漂亮了！剪刀呢？还有什么？剪刀呢？我也不知道剪刀啊。趁我师傅摘不下来，赶紧的呀！剪刀呢？赶紧往里抛啊！箱子里面有啊，谁挑挑的？
你那剪刀从哪儿来的？你说我用过，印象派玩的最好。我就是，这是白条，这是白条，这是白条。你别哎，往下往上，往下点一点。你又往下撸这些，那不又过了吗？你不说的吗？我才二比一，我上鱼了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都懵了。俩了，我这边是一个。两位，大家给记着点，我钓的。放，然后呢，我这是千钩，没有没有。哇，这个大。对，我可能遇到皮卡了，我可能是遇到皮卡。一个甩网下去都拽不上来。小畸形。停了啊！停了。连上了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钓到后期还有咱们这个。我钓四个啊，我几个？我也四个。小慧也四个啊。那个现在一个没钓着呢。一个没钓着呢啊。哥来了啊！上边的这一下，哎我操，来大个了！前面防护蛙的。来大连着了。哎呦，小慧领先一条了啊！小慧人就领先一条了。你后边一下全对了。你那昨天就打架那位置啊，因为强调被打起来的那个地儿。CN 六七 ，CN 六，你觉得这漏幅行哎？反正五六十，你想漏什么漏什么，都是你消费。哟，这都没准啊！多少钱一整？多少钱一整？这不按理行吗？然后现在他落后了，一开始我是领先的四条。是那样的，他是消费者。对。不是你落后四条，我给你的是四条，你先上车。一辈子不行。小慧多长杆？三米九。你看看，是不是标啊？一个标鱼顶十条啊！刚才说了，中间一条吧，正好一个标是五，现在是五瓶，你三个人都五个吧？我六个。六个了，人家。六五四。啊，六五四。啊，六个了，六个。白天何时钓的时候连炮啊？是连炮啊。这口我忍不住，我忍不了了，我。哎呀，王正老师现在领先了六条了，最上徒弟小慧了啊，小慧几个？六个，六六五，现在啊，这位是加麻利啊。比赛进入了激烈的时刻啊。来咱们沈阳的小伙，我盯住他啊，小慧，哎呀，跑了，稳一点啊，不要着急啊。小慧也是六条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好了，第六五喽。哎，发力了啊，这位选手发力了啊，发力了。顺义河东的这个发力了啊，这个，还没给你加呢，何老师你就练杆子了，太好了，因为那啥呗，是不是？你顺义蒸脸的，哎呦，我那窝里来啥了？那大的，咱倒没那么大的窝。啊，胖子，那窝里来啥了？出馅了，我这窝里。那个皮卡鱼又来了，是吧？来了。看这前面打。哎呦我天哪！这
这是来连着了，可能是。我去，他那窝里俩窝里全连着，看没有？看没有？远近都是。完了，刮着了，毛着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走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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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，完了完了，这个秒杀不？中了一个大物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个大物可以做雕。我去，打我！完了完了，这不废了吗？你赶快吧，你赶快吧，为啥你知道吗？你这一个人都捯饬俩人了就。抖了不掉，抖了不掉。六啊，六哎呦我天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废了废了，这窝废了吗？废不了，废不了。还真毛嘴里了，那嘴太大了，扔嘴里了。866了啊！跑了，八条了，后来者居上。8:6比姐，866了啊！没出啥能力，赶紧上俩，要不赢不了多钱了。赶紧上俩。飞得稀飞。哎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大鱼，连着连着。大物也算啊，大物也算吗？弄上来算，弄上来算了。哇，有效鱼种，鱼年早期，哇，又过去了，大家伙，这是个鲤鱼。刚才我说那个冒烟那个，是吧？1500，然后多点。哎，好又跑了，几个了？八个。啊，868了，小慧落后了。小慧打中了一条大连子以后，桌子里现在出现了异常的现象。现在场上比分是868，这个小胖推小胖这个同学还是八条啊。哎呦，啊，中间我徒弟小慧啊6条，那边是8条啊。现在头一轮啊，头一轮看看谁先输，不带记账，一会儿给人卷线啊。这俩一个大雾，刚才那个也厉害，刚才9条啊。赛点，哎呦，9条，9条，九条，哎呦，飞好了，赛点，没有到9个，人家到9个了，人家到九个了，过两年，哎呀，还不如不飞了，一块，哎，哎呦，大哥，有个大哥，毛子，毛子也算啊，毛子也算，不行，过下去了，第9条啊，现在是比赛赛点。两个赛点了，两个都是9条啊，最后一根，王正很激烈啊。现在王正老师上一个还要扔进去，我今天只能靠标鱼赢。然后咱们右手边呢也是9条，都是9条吧？一个饵料扔进去，已经抛竿了，已经抛竿了。哎，王正老师真是上了一个饵料啊！直接就上一个，俩都不上，上了一个，万一上一对多麻烦呀！对，老钓手啊，我就要一个老钓手啊，还是经验丰富啊，郑爷经验比较丰富啊。一定等死口啊！那不谁这会儿中鱼谁算啊？进场网就算，进场网就算啊！你可不敢，就算不敢下不动啊！我们现在只能靠一条标鱼绝杀他们。对，一条标鱼，一个标鱼十个。哎呦我天！哎呦，跑了，没跑。哎呦，那边激动的跟啥似的，激动的哪都是。你要搓俩，后来者居上了。刚才哪根应该漏进去？10块，小份是多少？60-40。小份40，王正你10块，然后给咱们有一边兄弟叫什么？东北。哎，真的哎，但是你给人10块，没说哎不算。你还下一节，你还一节给你啥呢？翻过来，要不然给是给。第二局了啊！第二局开始了啊！第二局开始啊！三局算不错。啊，三局算啊，对，小慧啊，你这是上一局的吧？小慧，你这是上一局的吧？上局的吗？上局那完事儿了吗？1:0。我来，我这种大鱼走了以后，来口了。文安的，咱们老大哥，老郭哥。哎呦，又来花了，胖子。平时钓鱼也在这避着，郭哥。二了。我这底下又来大花了，大漩涡，大漩涡就是白鲢，花鲢呢？2:1了啊，211了啊，定蛋的吗？太可惜了啊，6条，二要兵家常事，叫你玩吧，这东西。哎，现在221了，定蛋的吗？开始换球线啊，有压力了，
哎，捞鱼才能捞，捞鱼不是我这样玩，真的。哎呦，哎，有点变动。还没进去啊，二三四。我给你改改呗，意思太长了啊！你看，先生不学，你看，我不带咱俩玩四期，不带咱俩玩，看见没有？人家自己又来了，没办法，我为了这个啥，我又跑过来啊，别动啊！哎呦，六四八，六四八，这个鱼上八了啊！我们老师这是在蒸汽啊！来了，他来了，过去这个大炮，又上去。快快快快，这一把能赢的钱啊！啊，哎，又塞点，我成解说了。89，看这杆能不能打一个双尾？哎呦，多了，多了！现在绑了一个，哎呦，钓也钓了，949，949啊！这口没打，别打，别打，还不得到位吗？哎，还得到位吗？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949，大飞，完事儿，输的十豆，赢回来了，来了吧？输一百了啊！输一百了，你。这个这一把是要不在啊？这要不在啊？看到没有？没有用。这把算算账啊，那条不算，这条不算啊，这条不算，白算啊。四条，输六十，输四十，40，60，100。那你应该是这是俩公一个，10块，60。你俩这10块不顶平了吗？对吧？是不是赢70？尤其是你上把输10块，你俩不顶平了吗？对对，换位吗？不用。只要这鱼没开始呢，你上什么鱼啊？不想换的，挂着好了是吧？换不换？这回我们要是赢了，更有面子，特级大师。这边是挺好的，咱们一盘。给退他来，退也。拖件那个绑得好，绑得结实，不怕摔。他是外宾何老师。准备好了，我说开始啊！现在咱们有裁判呢，裁判先把耳上上。这别急。老师，第二个呢是国家三级金鸟大师彭宝强老师徒弟老顺。就在你边上呢，是咱们玩黑坑玩的，就是黑坑号称黑坑之神的咱们兄弟啊。准备了吗？好了吗？开始。哎呀，何老师中鱼了！哎，先中鱼。哎，好，这张纸啊，是不是？结束。别查了。没上来。比赛结束，你俩说吧。都在来。现在其实具有，哎，这何老师有点中鱼啊，命中率真好啊！现在是命中率100%啊，跑鱼队也100%，很快。好成功率，这现在50%。过去。现在还在局领先位置的何海滨老师，好好注意我这个球，他动作怎么样？小棍儿现在是小棍儿一条，1-1，1-0。110吧。对。这样，待会儿跟咱仨人掐这条鱼，咱怎么行？2-1-0。行吧，四条。啊，这条有点细啊，这条有点，这条应该能上秤。哇！哎呦！哎呦！这是不是？哎呦！这一件都新的，这一条要是立金的话，何老师已经成功了。你看看咱们，哎，1.5的直线啊，八一只钓竿，哎不，12一只钓竿。哇！哎呦！哇！好，我们边位上，哇这。1.5的子线啊，别沾地啊，别沾地啊！1.5的子线也行啊，不是主线，你看清，直接脚脚子线，脚子线，脚子线，我哪知道？别上鱼，别上鱼，那是在哪儿啊？小慧又中鱼了啊！小慧又中鱼了，小灯，哇，你这厉害了这个！这皮卡不稳了吗？稳了，小皮卡的啊！您俩一人赞助俩车轱辘啊！你俩用我记了，钓俩鱼，这算一尾啊，这算一尾，算一条。哎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钓鱼就是鱼嘛，是不是？你要别三根钓这个，对，三根这玩意儿费劲的。现在是何海滨老师两尾，小慧你现在几尾？两尾。咱那兄弟几尾？一尾。一尾啊，现在是221，现在比分是221。哎呀，我一共抛了5根，跑了俩，钓了俩。天津钓鱼会是不是？别看三个人，这是冠亚季军的黑王者之战。现在几比几了？现在221。何老师，刚才这条呢，像按分量来说，定那个5个。一条鱼，没办法，大家都有。何老师钓的鱼，哎，
开本啊，爱谁玩谁玩啊。啊？哎呦呦！玩玩我不玩。三二。我给子老师打下手，给您多少啊？三比一。三二。改天我们关会。三三二，这要上来，哎，三二啊。二号选手，出现了意外。郝星老师，这个爱迪，我怎么这个动作您是什么时候教的呢？这个是跑腰的一种方法。哦。立腿式啊，这叫侧腿。真的，会不会掉？真的。你就看看这命中率，你看这，哎，你看这空超，空超肌肉啊！我一会儿来个，直接来一个手抓，肯定啪啪。何老师怨不说，说这空超。现在场上比分是五比几了？四二二。五了吧？我看是。是是是啊，那条大的不能多算一条吧？好，小慧中过第三围，哎，没毛病啊，这招跳的。哎，大家可以看见命中率，哎，过去了。但是他我算了，我在这儿呢，不是他找我的。看看是标鱼吗？那标鱼直接就赢了吧？这不是我们开头的队长，是全国第一。你打过谁的标？你看看，你看看这命中率，对，命中率。对，这么才能赢到钱呢。这能赢大钱儿，这个压力而飞了。然后最后一局我何老师王正好，小慧中鱼，小慧中鱼，稳住，毛的，看看是不是有效鱼啊？小慧这个死鱼，小慧这条也不小，看看是不是有效鱼，劲儿了感觉，别打量啊，别打量，行了，没劲儿了感觉。现在是多少？五六四二，六四二是吧？啊，六四二。八个时候给我一个机会，好，老师又多我一回。好。我这第几个了？第五个，七五二。几个了？七五二。七五二。哎呦我去了，吓我一跳，好的漂亮，大线都折了，快拿东西啊，赶紧的，这俩赶紧的，镜头有点大，吓坏什么段，大线折了，大线折了，终于断了两条线。然后咱一号两位紧张的这个何老师大线干断了啊，现在比赛还在进行。然后现在场上比分七五二啊，有点压力。这位队长放心掉吧，大线都折了，慢慢来吧，不着急了。慌得震了，这局就让小棍儿，然后一人一局嘛，中间不是都五号？哎，八条了啊！刚才我说这五号，小棍儿，什么事？你还不什么？这现在我们机会没用了。小棍儿，中鱼啊！八六二啊，八六二，好，八六二，哎，八六二。哎呀，九六四，哎，九七五，九八五，好大鱼。加油了！万一小慧再上一双尾，您就我们先扔九三儿。嗯，现在九几？九呢？哎呦，小慧，是不是双尾？双尾，小慧，毛的，小慧，毛的，杆儿都是毛的，后尾巴。哎呀，还这么一说，毛也算，那也九条了。九条，看着上不上来不一定的。九条了，现在九进了，九六，九六啊。完了！哇，小慧儿，小慧儿，漂亮！我漂亮！小慧儿，我看我徒弟，我徒弟。哎，看人验证，看人验证。哎，进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何老师违规直接入户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何老师违规了，直接入。哎，这个
应该我判吧，对，我裁不了，我这个违规得扣一下，违规了，这确实属于违规了，不能高估你，直接轻忽，这没接住，哎，对，是不是？一脸，然后合着你稍微歇会儿，再钓一把，这我坐会儿呢，小会儿来我来一把，好嘞，我就合着钓一把。激烈的三场比赛决赌，我输了两场，最后一场以微弱的优势哈，因为那个何海滨何老师的鱼飞鱼护里了，这个是犯规的，侥幸。现在我师傅还有何老师，还有我们朋友，小梅，然后那个杆子进去了，